人心朱轩阳二十周周刊爆料，趁网红女友 Cindy 到韩国工作时，与吴卓源在河滨公园约会。对此， Cindy 在消息曝光十小时前才发文，内容引发外界猜测与朱轩阳有关。稍早更被发现亲自到吴卓源社群留言，但随后就删除留言。朱轩阳上个月28日被直击与吴卓源到城美右岸河滨公园叠坐大腿隔照接吻，两人关系令人好奇。然而早在事件被爆出前10小时， Cindy 就 IG 限动写下总是学不会他等文字，虽未明确说明是哪个事件，但不禁让人联想与朱轩阳有关。事实上，朱轩阳与女友 Cindy 交往5年的时间，不论是2022年朱轩阳因打球导致十字韧带断裂，还是之后朱轩阳不堪成名压力三光社选躲回家乡台中， Cindy 都在他身旁陪伴。小两口上个月还被目击同到火锅店用餐，感情看起来不错。如今朱轩阳被爆出与吴卓源幽会的消息，让外界相当震惊。吴卓源所属的经纪公司回应表示，朱轩阳与吴卓源是在工作上认识，但先前被告知男方已分手，两人才有进一步接触。目前情况对他来说非常挫而非常受伤，之后面对感情上会更小心谨慎。至于男方经纪人稍早也简短回应，工作很努力，但感情太年轻处理不好。